This is literally one of the happier days of my life because I've been wanting the Meizu Shouji, which is like the Meizu cell phone, for a while, and it just kept like having new additions, like new versions and stuff. And I keep telling myself to wait, but see, it's in my hand right now. I finally told myself to get it. And then that was like weeks before I knew I was going to Shanghai, and now it's like kind of pointless because I'm going to Shanghai anyway, and it's obviously gonna be cheaper there. But since I want it like right away, I decided to get it. So I got the Meizu Shouji. 很开心，所以就是你知道美图手机呢，就是怎么说，每个爱美的女孩子都有嘛，就自拍神器嘛，谁没有？然后其实之前我也买过卡西欧的，好像 100 吧，就是它刚出来的时候，可是呢，之后好像说150更好用嘛，我就一直没有换，我就把它的系统刷成了150，好像还是挺好用的，就是你可以去调整它是。 什么美颜模式就多少程度，好像1到10吧，好像。可是呢，那东西我的充电器就不见了大概2次吧，然后我就一直去换，然后就一直不见，然后我就没办法用了，因为不能充电嘛。所以这次呢，这个美图手机 T8S 出来之后，我就觉得说我必须得买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看到它效果图特别好，就特别像那种单反拍出来的感觉，就和什么 那些妖艳贱货，那些什么神器拍出来的，真的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我真的是好期待，好期待用这个，因为其实说实话，神器拍出来虽然是会有那种什么，很有气质啊，白富美啊什么的那种感觉，同时它也会有点灰灰的感觉。然后我就很不喜欢那种灰灰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灰了，那么你的自拍照呢？为什么会变那么丑啊？产衰了。 你的自拍照呢，必须得鲜艳一点，给这个世界带来点温暖，带来点色彩，你说是吧？所以呢，今天我就是要把这个东西 unbox， 然后你看到我亚马逊买回来的嘛，美国亚马逊，然后它就边边角角有点磕磕碰碰的，也是难免的吧，我猜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打开它神秘的面纱，这是我第一台美图手机啊，我非常兴奋，我真的看到好多网红都有它，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要有，可是我一直觉得就是 为了拍照买个手机是不是太肤浅了？可是说实话，现在 iPhone X 卖的那么贵， 1000多美金呢，这个才600多，我觉得还是买600多的吧。嗯，对，我现在还在用 iPhone 6，这是说明书吧？不太重要吧？你们要看吗？应该不重要。这就是美图手机了，我的天！我买了红色的，因为我觉得它，哎呀，刚突然没内存了，好吵啊！我住的地方什么东西啊？ 我买了红色的，因为我觉得它看起来比较高大上。还有就是你们，哎，楼上有点好吵。还有就是你们觉得为什么我就脸那么肿，然后有淤青，是因为我拔了智齿，然后那个我的智齿长歪了嘛，所以就特别痛苦。反正我们现在把这个机器看一下能不能打开吧，不能打开我就得重新录了。怎么打开的呀？这货好像很困难啊。没说明书，你在开玩笑吗？ 好尴尬啊，他干脆就默认我会用了吧？哦，电源键在这边，我打开了吗？哎呦，开机了，开机了！哎呀，好兴奋！我要试拍一下，就你们看到现在就是没有美颜的我嘛，然后就你看皮肤有什么瑕疵啊，看得一清二楚。看一下，这是美图 T8，我要把这个东西给。哎呦，有声音，有声音，好兴奋！哎呦，不行，我脚好痛。 我真的，我想要拍这个视频很久了，可是呢，我牙一直很痛，脸一直很肿，前几天真的像猪头一样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拍。其实这手机我已经收到几天了，它开机 ，system initializing， 为什么是英文的呢？好屌的感觉，so 高大上，给我中文就好了呀。哎呀，赶紧快一点好吗？我好想睡觉，明天还要一大早去上班。 跟你们闲聊一下吧，它还在启动的时候，就是我开始想要买美图手机的时候，大概是3年前吧，就是卡西欧那个热潮已经差不多退去了，然后呢，大家都很追捧美图手机，然后我当时就在想，这只是便宜版的神器嘛，因为好像那时候它卖的比较便宜，神器可能要6000港币左右吧，然后美图手机好像那时候才2-3千吧，就那些初代啊，初代美图手机，然后我就想，哎，还是
反正有那个美图秀秀嘛，美图秀秀不是所有苹果手机啊或者安卓好像也可以吧，都能安装的嘛。我就觉得说要个手机有啥用呢？可是之后我就发现，就美图手机它做越来越屌了。哎呦，它刚震动了一下，我就觉得美图手机它做越来越屌了，然后就令我觉得说有点想买。可是一直呢就觉得为了拍照买一个手机是不是太肤浅了？它是启动还是没有启动啊？他说欢迎，同意，同意吧，同意位置，同意吧，开始。略过，我不要SIM卡，没有SIM卡可以吧？不要，全新吧，全新。可以复制资料吗？哎呦，好麻烦，我可以不要这样动吗？我不要连可以吗？连线 WiFi 来。行吗？能走吗？没有 Internet 啊，那么麻烦，还有1到2分钟啊，妈呀，麻不麻烦啊？我能直接启动吗？我家猫又开始跟我聊天了，它就现在这个画面。哎呦，可以了，快一点可以吗？我真的是，就同意吧。开始享受，可以。哎呦，桌面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呢，哇，3:32，什么时间？拍照好像是这个按钮吧，我猜。电影人像模式好像很屌，看一下，好像很屌的感觉。哎，它可以给我快一点吗？它怎么那么慢？它在干嘛呢？是要点吗？点了也没用，怎么那么慢？哎，做啥呢？不行啊，老兄，卡机了吗？我刚拿到手上就卡机了吗？哦，原来你要移动的，是我落后了。来进入相机，就这样吧，拍个照。它是真的显脸小啊！妈呀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效果，是我没有 P， 没有 P 就长这个样子，有没有不像我？就真的显脸小，就显得头发多脸小，这是真实效果哦。有没有觉得很牛？好了，再拍一张，我要爱上自己了。好，这个是有点斜的照片，也给你们看一下，很屌的，超级屌，有没有觉得很屌？好了，这就是美图手机的试拍，还有就是我这个。叫什么 review 啊 unboxing 啊什么的，中文叫什么拆箱，美图手机的拆箱 T8S。 然后你看到就视频里面的我啊，那么油那么亮，可是它拍照真的拍不出来，我觉得这还是挺牛的。然后这几天就让我好好的去把这个相机功能给摸透了，然后再拍点美美的照片传 Instagram 什么的。然后今天就谢谢你们观看，然后我第一次用中文录视频，其实有点不习惯吧。不过你们喜欢的话要跟我讲哦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啊什么的，然后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也跟我说吧。那祝大家今天过得愉快，如果你们要睡觉的话就祝你们晚安，那我要去睡了，真的是好累好困，就先这样了，拜拜。